整个诺丽酵素喝起来既顺口，营养又丰富。使用酵素来养生是用食物的活性、活力、多样性、完整性来渐渐的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原来的健康的分子。它是一种食物，它并不是药，所以必须要有较长的时间来让我们身体补充营养和调理。极高的这个营养价值，而且在大溪地呢，有人把它当作神来拜，有神仙果之称。到底合金农场主人张敬敏先生从2002年开始接触到诺丽果，当工作压力导致睡眠品质受到影响，在朋友的介绍下便开始饮用诺丽果酵素，而后身体状况得到改善，睡眠品质也更加的好。然而因当时诺丽果的价格